跑什么？我要诈骗！他东西耶！他这你身份给我跑掉！男子遭警方包围，不过嘴里疯狂说着自己想上厕所，想制造机会再逃跑。起来，来，先坐着。他更笑啊！真的啊，就是从来两你少你少在那边。要我自己拉吗？还是你要自己站起来？我只要三，三。说什么就是不乖乖配合，满脑子都是想上厕所，搞得远景怒火冲天。起初，警方在花莲玉里中华路上发现一部自小客违规红灯右转，鸣笛加速要逮人。诚心驾驶乖乖配合盘查，不过副驾装男却是趁隙心虚拔腿狂奔，远景百米冲刺将他逮到。这是东西啊！快！我肚子痛啊！哎呦，肚子痛啊！哎呦，原来这名庄姓男子见警察会如此心生害怕，是因为他曾是违反森林法的通缉犯。警讯后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归案。这是放厕所好不好啦？狂奔猛跑，终究跑不过身手矫健的玻璃是大人。嫌犯百般求饶，想上厕所，这下警局厕所给你上。记者刘吉娇、李婷熙，花莲采访报道。